晚上学校礼堂有一个中国音乐会，你去听吗？中国音乐会？我不去。去吧，中国音乐很好听。可是我没有订票。我有票，走吧，音乐会快要开始了。音乐会几点开始？晚上八点开始。好，我们走吧。我有很多中国音乐的 CD， 每个 CD 都很好听。嗨，麦克、安妮，你们都来听音乐会了。嗨，你好。哎，你们都喜欢中国音乐啊？对，我们都喜欢中国音乐。哎，这个 CD 很好听，我有。这个也很好。啊，我们走，咱们去听音乐会，走。